次你来台湾的时候，就要来这家我哥哥带我来的汤赖小屋泡汤。它里面呢有温泉，还有冷水池，还有你最喜欢的 SPA， 就是好像瀑布这样冲下来，可以把你的肩膀还有你的头部都可以做一些按摩，非常好，小而巧，精美。这在北投，距离我们家车程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。日式的汤屋汤赖，那个李秀玲强烈建议给许嘉欣的啊，好老婆建议给老公，有机会来这边泡一泡，不错哦。